周杰伦甜晒母子合照，下一秒却呛他干你什么事。周杰伦与妈妈的好感情在演艺圈中众所皆知，过去他还以妈妈叶惠美的名字当作专辑名称，写出夯曲《听妈妈的话》。昨二日刚结束成都演唱会的他，在 IG 晒出母子合照，不忘感谢妈妈，低调现身台下力挺，但下一秒却亏照片中意外入镜的助理大妮，请问干你什么事，让网友笑翻。照片中，周杰伦母子俩穿着同款外套，一同坐在沙发上留下母子合照，让周杰伦兴奋的 BO 文感谢妈妈来看演唱会，开心写下我只能说我们的衣服也太有默契了。不过照片中除了他和妈，却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就是周杰伦的助理大妮。不知何时大妮出现在照片中，还是在最中间的位置，加上她圆润的体型看上去超显眼，意外成为母子合照中的一大亮点。不过这也让老板忍不住开口直问，大妮请问干你什么事。噗文一出，让不少网友笑称大妮站着也中枪，帮大妮哭哭，越爱他就越要损他，后面迷之笑容成功抢镜了。另外也有不少粉丝大赞母子俩长得很像，并表示周妈妈好潮哦，周妈妈很有潮流娇母的感觉哦。